喜莱登政变之后被踢出土团党的前首相敦马，他想要另起炉灶创立斗士党，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社团注册局点头亮绿灯，所以敦马就少了一个凝聚他支持者的平台，在政坛的声势也大不如前。斗士党从去年八月创党到现在，申请一直没有获得批准。向内政部提出的上诉呢，也是迟迟不受理，所以呢，斗士党在今年四月就入禀高庭了，针对内政部长韩沙、蔡努丁怠慢他们申请的这件事呢，提出司法审核。来到今天呢，吉隆坡高庭法官阿莫卡玛就透露，透过这个线上审讯批准了斗士党的司法审核申请，下令韩沙必须在从今天算起的两个星期之内做一个决定。法官就说呢，从斗士党今年一月向韩沙上诉以来，已经过了五个半月，超过了部长做决定的合理时间。韩沙已经违反了作为部长在社团注册法令第十八条文下的一个职责。虽然韩沙就辩解说，他是因为要审批多达102份的上诉申请，所以才迟迟没有对斗士党的上诉做一个回应。但是法官就认为呢，韩沙的说法并不合理。而针对高庭的裁决，内政部这一回还有没有拖延的理由，又或者会有怎样的决定，我们来看看。Yalah, disuruh saya buat keputusan, akan saya buat keputusan. Dia apa keputusan yang disuruh saya buat? Jadi saya akan buat keputusan terhadap rayuan tersebut. 内政部长韩沙赞努丁今天召开记者会时，被记者问到吉隆坡高庭下令要他在两个星期内对斗士党的注册上诉案有所定夺，不能再拖延。他承诺将会遵守法庭裁决，在期限内做出决定。